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数个超能力》，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。周深北京演唱会官宣，年少在眼前跌宕，那海浪的方向是有你的地方。这是一个重要的消息，你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要让自己不要忘记，那是一个重要的日子，那是一个好日子。 那是一座美丽的城市，那是一座魅力无限的城市。今天的努力是为了明天的惊喜，把烦恼甩在身后，跑向喜欢的远方，跑向喜欢的人。你好，北京！你好，周深！一切美好都如约而至，美好的故事正在发生。有人说，故事有三个基本要素：人物、情节、环境。 有了那位少年，一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，美丽北京。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起因、经过、结果，故事结构的六大要素也了已经了然于胸。有网友直呼：“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这么重要，你发的消息都是重要消息，我一直把你置顶。”周深说：“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深深感谢你，感谢所有布丁，所有生命。”所以。 听我唱歌的朋友们，深深深深感谢你，马上就见面说吧。周深深深感谢你九周年演唱会，等你。众多网友和粉丝一呼百应，我给你所有的美好，你给我所有的快乐，你给我的重要消息，我觉得这一刻就是人生当中的知足。 周深的音乐之路有你有我有布丁有生命。二零一四年，他以周深之名出现在众人眼前。九年的光阴，周深带来了众多优秀作品，一路陪伴着你与我。在周深出道九周年之际，让我们分享一路陪伴的故事与真心告白。如果有人没有听过周深演唱的《鹤花开》《开忘忧》和《红梅花儿开》，那真的可惜。洗涤心灵的音乐大抵如此。 还记得周深出道七周年的日子，米子们录了一段感人的 Vlog，让周深没有忍住泪洒舞台。为此，周深有了经验教训，先下手为强。在出道八周年的日子里，周深写给生米的歌惹哭了众多生米布丁，感谢一路的陪伴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喜欢的自己。如今是周深出道九周年，一起来收获这份满满的感动。 那座城，那位少年穿上锦绣华服，举手投足之间，数不尽的风流倜傥，所到之处，浮云成景，落花成心，红叶成画，飞雪成诗。终于可以拥有演唱会了，有网友激动得语无伦次。 入坑以后就一直盼着演唱会，太激动了！感谢你，深深感谢你能感受到你满满的诚仪式感和诚意。你在哪里，我们就在哪里。卓深的歌声浅绻，像水上月色潋滟。 幽暗长夜里，风吹云散，冷月出现，流光如泪坠江心。伤心又一次刷到了周深的没有说完的故事，隔着一片大海遥望，年少在眼前跌宕。那海浪的方向是有你的地方，一起去风过的昨天，奔跑着多不顾一切，一起看璀璨的星空，做着梦，那时年少不懂伤痛。 要记得，记得那故事诉说我们曾经也相识。小米说：“远大前程，星光万顷，你向北，向南，向东，向西，而我指向你。” 多好啊！周深北京演唱会官宣定档，周深没有说完的故事会唱给你听，藏着最动人的解释，最美的情诗，和你看着同一片落日，渲染着相同的心情。周深在眼前跌宕，那海浪的方向是有你的地方。果然，生米群里都是有人有才的人。 周深有才，生米也有才。你一言我一语，一句一言都是情诗。周深写一句，生米回十句，双向奔赴的情谊溢出了屏幕。打开留言区，不难发现，十个网友有九个人都在喊周深的名字。也就是说，周深在马来西亚的影响力丝毫不逊色于国内，甚至有人还。 表示非周深不可。回想起来，周深曾举办过两次个人巡回演唱会，一次是深空间，一次是 C 九二九星球。 距离今天已经过去整整四年的时间了。之所以没有像其他歌手一样赶在今年开演唱会，主要是因为周深把精力都投入到了专辑方面，为了不辜负歌迷对自己的期望，一直都在反复的打磨。不出所料的话，周深的二专上线之后，歌迷很快就会迎来周深的第三次巡回演唱会。如果海外歌迷反应强烈的话，说不定啊，还会考虑开启海外巡回演唱会。 会的模式，毕竟周深向来都很在乎歌迷的感受。话说到这儿，周深新歌的高光时刻才只说了一半。五月八号正式上线为古偶剧演唱的 OST《浮游》，这是周深五月份的第一首新歌。 简单的一句话，很多网友都忍不住点开《护心》这部剧。相信啊，不少歌迷都跟我一样，打上线以来已经单曲循环很多遍了。每次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。周深的天籁之音为整部剧都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没有等歌迷在他的教科书式唱功跳脱出来，这首《浮游》就已经出现在了腾讯音乐有你榜，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实时榜的第一名。 事实证明，华乐坦没他不行。随后，仅隔一天的时间，周深又一次与官媒《人民日报》进行了合作。这次的活动名为“二零二三中国品牌日”，邀请周深来为其演唱主题曲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单曲名为《梦想的远征》，MV 中周深一起白衣惊艳亮相，温暖的嗓音，每字每句都唱进了歌迷的心缝里，温暖中透露着坚定与希望。 炸裂的唱功让华语音乐真正走出了国门。三天两首新歌，难怪有网友会调侃说，这个夏天全网的微博热搜只属于周深一人。乍一听这个形容可能有些夸张或者捧杀的意思，但周深为华语乐坛做出的贡献，网友肉眼可见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只要央视、人民日报举办一次大型活动，我们都可以看到周深的身影。紧接着就是话题讨论。 周深新歌《梦想的远征》，周深现唱品牌日主题曲等热搜都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广泛讨论。人民网、人民日报、央视频以及五十家主流媒体还没闲着，都对其进行了点名盛赞。正当歌迷还沉浸在两首新歌时，又网传出了一个新的消息。据说在江苏卫视的推介会上介绍了。 多档即将上线的烟综节目，其中有两档节目都非常的有意向邀请大魔王周深加盟。 一档叫《音乐炒计划》，一档叫《栋梁的回响》，从名字来看，都跟周深的个人风格不谋而合。在推介会上，主办方还把刘宇宁、北京爷们儿大张伟、李玉刚以及国宝级唱将周深的海报挂了起来，看得出江苏台这次非常有诚意，起码没有像浙江台一样总能够周深的名字六份 早在三月份的时候就传出了各种音综的路透，但最后都没有了下文。对于周深的歌迷而言，如果周深的档期不起冲突的话，一档真人秀节目，一档音综，堪称完美。重点是，网友再也不为没有看的高质量音综感到发愁了。当然啦，这只是主办方一个推介会而已。至于周深能不能够受邀参演，还要等到节目组的官宣消息。 仅是一个路透消息就已经吊足了网友们的胃口，只能说明周深的魅力太强大了。无论何时出现，都可以牢牢抓住观众们的眼球。不知道大家都对周深近期来的战绩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更多的精彩资讯尽在《数个超能力》，敬请关注哦。